他胸肌比较发达。你说胸肌吗？哦、嗯，就是他现在开财库。对对对，财库财库。再开一点吗？不要嘞，好了。Yunus 推出首张全创作专辑《荼蘼》，首唱主打歌《A Town》，强而有力的舞蹈动作也让歌迷看得超享受。很久，大家都等很久，就终于我们来到这一步，所以觉得说，我们的首张纯创作专辑重要问世那种感觉。这个的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大家都在想好这些专辑要怎么做了。对，憋了12个月才终于把它弄出来，终于把自己的孩子给搞出来，对，终于生出来了。你的衣着比较清凉的。你说这个的设计吗？对啊，跟其他人虽然下去我也是汗流成那样子。其实也就是一个突破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很想要尝试这种。那个三点全露啊，不是，两点而已，没有啦。我的服装师就是我们的服装师，就他们知道我在练，对，然后通常就是因为他的服装都要款式都，对，他也知道我没在练。你的身材是最好的，最精壮的啦，但是说到厚的话不是我，这里，就是我，他胸肌比较发达，你说胸肌。哦、就是他现在开财库。对对对，财库财库。再开一点吗？好了。连服装都有满满巧思，发片记者会上一路陪伴的粉丝忍不住落泪，让成员们也感动不已。哦，其实我们刚刚也感动到哭了。对，某部分。其实我刚刚看到他们哭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因为我会表情都很烦。他们真的是陪着我们一起到这个程度，或许就是我们在台上不会哭，可是那个感动是在心里。已经哭过，我就不能再哭第二次。我刚你们也都有看到家人家人真的是那个每次都败在家人，对，每次都败在家人。明明就输好都不要那个，就每次看到就又守不住了这样。跨年今年在新竹，嗨，对，在新竹就是算是有一个很大的惊喜，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先去。淡水再到新竹，所以两边的表演是不太一样的。就每次这种表演，我们都习惯把它加一点有的没的东西，加一点色彩，加一点原料，就是希望粉丝不要白跑这一趟嘛，因为都来看，就想要准备最精彩的给大家。终于发行首张专辑，更透露接下来行程满档，粉丝们也可以好好期待 Yunus 准备的惊喜舞台啦！完全娱乐联评人张书伟采访报道。